来解解析后，哇，他把自身经历也告诉大家，非常的棒哈。好，接下来我们欢迎下一位讲员。那这位讲员呢，他是从事保全业，所以看到他就觉得很安心的感觉。让我们来掌声欢迎苏俊雄。口才是金，主席、社长、总评、各位讲员，大家好，各位社友，大家好。以前60年代的时候，部长多就讲说，沉默是金，口才是银，反正在那个时代，好像比较鼓励，比较重视这个。沉默，或者说他讲的沉默是金，那现在我的看法是口才很重要啊，是金。来俊贤社这段时间以来，我记得有三点的感想，一个是俊贤社是友善亲切的团体，来这边的社友啊，大家都是目标都很单纯，都是要在口才表达、人际沟通方面哦。能够自我来追求成长，这是一个给社友啊，一个协理讲话的一个舞台。大家在上课的时候互相切磋啊，然后下课的时候互相关怀。像上次我感冒啊，让苏云社长特别穿紧心来关心啊，很感谢。第二点啊。来训练社可以跟一些成功人士接近，大家都是来自各行各业在各个方面都有自己的专长，都是独当一面的人士比如说我们政府前社长，他就是以前他就是在行政院经建会做主管这个电脑资讯还有像我们温蒂，未来新社长温蒂他是经营餐饮业所以上面都还有很多了能够在俊贤社能够接近他们认识他们是一个很好学习的机会。那我就是来这边，大家都很注重服装仪容，所以我也要注意是自己的服装仪容像那个领带都20几年了，现在都慢慢第三点就是可以向先进来学习观摩口才表达技巧。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但是对我来讲，因为我口才非常不好，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我的老师大家看，像刚才。上台演讲的几位是那个舍友他们管得非常好在这个团体里面在耳濡目染经营的这个良好气氛的协议气氛的这种环境里面像我希望自己能够向他们来学习向他们看齐，谢谢。好准。